啊，怎么今天连牌子都没有？好了，不会有人开了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好可怜。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最近都没拍什么影片，是大学太忙了。然后就是我们暑假出去玩的时候，我的器材掉在花莲，白痴。所以我现在要去买食材，然后也要去拿那个我网购的器材。OK。好啦，sorry，最近真的太忙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便利商店饭团的变形。我们这边买了一个鲔鱼的，一个鲑鱼的，然后后面就是蛋、洋葱、香肠。这次有点算创意料理吧，因为其实也没有做过，之前都没做过。OK，哇，好久没切菜哦，应该还可以啦。我们用半颗就好。半颗收起来，OK。然后因为我们要炒饭，所以我们这边切丁。眼睛好痛，OK，吃一个。哦，这洋葱很甜，好吃。应该先把它装起来。再来，我们来切一条香肠，然后我们要切细碎一点。香肠这个它的皮其实很脆，不切细一点，那个口感会影响。我们大概把这个切成薄片，然后再把它切四分之一就差不多了。OK。OK，那我们来拆饭团。把海苔留着。哎呦，蛮大的这个料，把它拿出来喽。在我们的饭也准备好了。这边我们打两颗蛋，OK，这样料都备好了，起一个油锅，我们下洋葱，好香哦！好，我们炒到洋葱变软透明之后，我们就下我们德式香肠。其实洋葱跟香肠的配色还蛮漂亮的。OK，那个香肠其实只需要炒一下下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下我们的饭，靠你们啦，尽量捏碎一点。这便利商店的饭团其实买回来再冰一天会比较好炒啊。刚买回来是太软。OK，那饭都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就下蛋。OK，最后起锅前我们加一点薄盐酱油。
盛盘。OK， 好啦，吃饭了。最后加那个蛋真的很香，只是德国香肠油还是有点太脆了，整个口感没有说很搭，但是味道是很棒的，我觉得啦，嗯，而且下面那个海苔味道一直飘上来，真的很香。一个人吃饭都不知道找谁讲话，这是不是第一次一个人坐在客厅吃饭啊？是吗？好啦，吃完了，那进入我们估价时间，一个人的估价时间，自己买的自己估。好，两个饭团50，蛋8元，洋葱6元。10元，大概74，我估74，史上最准的来宾，好不好？然后就直接投100了，反正也是我的钱。OK， 那因为我最近还是超级忙的，因为大学的事情很多，对啊，那还是希望可以常空出时间来拍影片的，对吧？嗯，那今天也是一个忙里偷闲，那就再见喽。对，这无人泡茶也要钱呢。